哎，各位，你们不妨动动脑筋，在今晚这饭局上想出个辙来，好好的杀杀他的锐气。何大人放心，这回下官要替您出出这口气，我要好好的修理修理这个纪晓岚。纪大人到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德云楼啊，真是何物，真是狗，真是何物，真是狗，真是何物，真是狗，是狼是狗，真是何物，真是狗，真是何物，真是狗，真是何物，真是狗，是狼是狗，是狼是狗，分不清他，和尚说分不清他，堂堂一品大学士，是狼是狗，分不清他，分不清，分不清，是狼是狗，分不清，分不清，分不清，是狼是狗，分不清。那我得教教您了，当了领教，看尾巴，看尾巴，看尾巴，架脱的是狼，狼，狼，上树的是狗，狗，狗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上树是狗。真是巧言色变，真是小人得志。可别忘了狼吃肉，可别忘了狗吃饭，狼吃肉偷不一碗，狗吃饭偷不一碗，吃肉偷不一碗，吃狼吃狗偷不一碗。哎，这位大人眼生的很呢，请问尊姓大名，官居何位啊？在下姓刘，新任的江南道御史。御史大人久仰久仰，刚才所言有所不当，狼性固然吃肉，狗也不是不吃啊。